来，接下来哈，换咱的玉刚师兄。玉刚师兄为要为咱吟诵这个离别的春夜宴，多里往事。各位贵宾、各位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我现在要来吟诵的是离别的春夜宴，多里往事。哦，天地家，万物之间路，光阴家，别代之故乡。你休想流亡，为欢之何？孤人兵家也有良。望阳春钓我眼睛，带快加我一文章。为得你几红纹，数天轮之落世，君为尊修，待为回念。那个意境什么的，真的是非常的享受哈。接下来哈，是咱的中中，这个有始有终，非常的，这位堂哥也过来了哈。来，他为我们吟唱的是书，蒋捷那个古美人题目，阿加这所写的吟咏字来。各位老师好，各位同学好。等一下。古美人听雨将接作，少年听雨孤流伤，红烛困路中，中年听雨歇酒中。江看云低，断雁叫西风。如今听雨心落下，便已声声夜，悲欢离合终无尽。在前将蝶都天明。第二首《吟琼注》所写作，千夜无定，月色如
阮将台曲随亲，请多多乐处天津，其实归故做个汉人。应该是听雨在客机上，啊，到晚年他就要哈听雨在哪里豪宅中，啊，谢谢，谢谢老师低头。